大家分享是摆在这前面一系列很五颜六色的商品。那这是一个来自英国的品牌，叫做 I Love Pet Hat。那这瓶是抓布碗洗毛巾。Kimi 最近因为背上还有大腿有一点湿疹的问题，那我帮他用了这瓶洗毛巾洗之后，发现一两周后改善很多，所以有湿疹困扰的宠物很建议主人们可以去买这个来给他们用用看。那这瓶的话，淡香水随时随地想用都可以，那使用的时候就轻轻的喷在宠物的身上，就避开他们的口鼻还有嘴巴就可以了，眼睛也是不可以喷到的，宠物的湿纸巾，那是这样桶装的，那里面是一样单张的这样抽出来，所以非常的方便。他如果在公园玩啊，玩土啊，或是跟其他的小狗狗玩之后身体弄脏了，我就用这个来帮他们做擦拭。那这个东西湿度也很够，所以每天回家散步回来之后，我也会用这个来帮他擦他的手手，来擦手手。我帮他擦完擦干净他的手手之后，我就会用这个宠物专用的护手霜，味道很香，他们也很喜欢。如果怕他们去舔食也是不用担心的，因为这个商品也都是用天然燕麦去做的，所以是可以食用的，没有问题。那你擦这个护手霜在他们的脚上，就可以保护他们的脚，就是出门的时候比较不会受到伤害。那回家后清洁完之后，我会擦的比较厚一点，因为就保护它的肉球，顺便滋润它的肉球，让它的脚底是不会很干裂或是很粗糙的。